哥哥哥，下一个。哥哥乖，乖，哥哥，看那里，《还珠格格》即将，坐好，哥哥。令妃娘娘吉祥，我把紫薇和金锁带来给您请安了。紫薇给令妃娘娘请安。嗯。凡珠，你在干嘛？在给九哥哥画像啊。看看，这九格格老是坐不住，总是动来动去的，乖乖乖啊，把我弄得好累呀、啊！是吗？小格格坐不住啊？乖，格格，哎呀，好，好了，乖，小格格，哎，哇，额娘，你看小燕子姐姐变出花来了，送给你。再看这个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吹一口气。哎，放给你，好不好？令妃娘娘，我帮您抱着小格格吧，您歇一会儿。平时他连腊梅冬雪都不让抱，你可以吗？我试试吧。小格格，好漂亮的花呀！来，你让姐姐抱抱吧。来，来，哎呀，不愧是紫薇啊，你真行。小格格，一会儿你乖乖坐着别动，姐姐呢变花给你看，好不好？